二月十七号，南天宫的信众婚礼分别将这文武陈顺、甲文武财神金星搬请到偏地的文武财神殿进行着安置。过程一步一步照起工，大过了七千了，来去偏殿去殿内嘛，也得坐坐这金家祈求的大进大发。十七号南天宫的文武财神殿是两层楼观的平台，建筑由着信众来捐献，虔诚信众来望着本府千岁指示，讲要设立偏殿供奉着文武财神，较有今仔日即款的盛况。这偏殿由来就是讲，叫做信众吼来买着这间，或者这栋厝的时阵，啊，咱这里做本，或者咱金山财神庙主位九十岁吼，伊都来本府千岁遮参拜，叫等于只要拜尔吼，讲大海啊，啊恁本府千岁哪会走来找我啦吼，打电话甲我讲。伊要一间吼，要来做偏殿啦。我讲偏殿，啊，我着从来毋捌听过。伊讲偏殿吼，就是要来安置吼文财神、武财神吼，来甲本府千岁上座到法位。伊主位方丈金鹏表示讲，南天宫本府千岁印外装，帮助真侪人的事业发达甲成功。现在各文武财神来坐伫里面，上到南天宫来拜拜，对着事业在文人有加倍的这加持。文武财神吼，来去坐迄个做台北金山财神庙开光点眼吼，分灵落来，等于讲吼，咱也要拜文武财神吼，来咱十七南天宫本府千岁遮。同款作兴的啦吼！伊上午安坐仪式完满了，南天宫嘛准备了兔年吉祥物的兔啊，伊就注意堆积了来压落来，和民众来捡到起来做着纪念，同时嘛提醒着民众，元宵进前会当到南天宫来拜拜点灯，参加宝贝比赛，有福气的人就当将六十八万块的创业金捧到去厝。南天新闻台记者白河采访报道。